今天要排练我们的舞台剧《搞笑者们》，然后昨天做完那个背肌之后，超级大酸痛，而且我的手臂呢，我根本不用特别用力，我手臂就这样自己弯起来，是一个紧绷的状态。然后我的背肌，啊哇，天哪，真的是太痛了！德伟，你也太狠了吧，下手。今天来到了豪平的第三次训练，练腿。练腿最大的挑战就是他的后坐力很强，有多强？他现在这不知死活的样子。我现在主要是今天不要做上半身，因为我上半身超级酸，就是我手臂已经……你说上一次练背，我练背的时候，然后手臂这条很酸。我现在比较担心说会不会腿做完就可以，然后整个就是像迅猛一样。我之前健身的时候还是有强化一下，所以我觉得应该。是不太会造成太大的损伤。你看他现在笑得出来，等一下他就知道了。OK，Let's go。脚尖、膝盖、肩膀核心骨线，来再多一点，来再多，哎，很好。快叫救护车了吗？快叫救护车！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准备的是弓箭步的动作。我觉得弓箭步呢是一个很棒的动作，是因为它的前脚跟后脚训练的位置都不同，但是我们两脚交叉交换做的时候，两个地方都可以同时训练。我觉得今天豪平蛮厉害的。我觉得他厉害是因为他有意志力很好，就是知道自己不行，但是他还是要硬把它做完。现在做的是开腿跟夹腿，那我们练的是大腿的内侧跟屁股。那基本上其实一般人大腿的内侧都会比外侧来得弱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训练的。再来呢，是我觉得屁股练出来很性感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。好，比如说是不是？我是男生。好。一切的一切还是得。注意安全，小心，不要受伤。手中靠球靠太轻。你们先忙，我在这边待一下。三点他也躺在这里，这样。现在1:20，然后三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再躺一下。现在已经是隔天早上，妈继续，我还没换衣服。